我们不如听一下嘉乐他自己怎么说的，你们有在乎过他的感受吗？对不对？我想要自由。无量，我承认我是一个很爱玩、很花心的女生，我不懂得拒绝，我再努力改。我可以包容你啊，你爱玩，我带着你玩，大家一起玩，好不好？但是我跟你不只是玩玩，我想跟你谈的久一点，玩累了也想找个风平浪静的岸边靠一下。但是，你和许文现在还保持着联系，你都从来没有告诉过我，你只在骗我。对不起，凌淼，其实我没有很喜欢你。听到了吧？是吧，嘉乐？虽然那天你从六个人中脱颖而出，但在我看来那只是一场无聊的游戏。抱歉，我对你没感觉。嘉乐，我知道你现在身边诱惑有很多，但是我是真的很喜欢你，跟你在一起的每天我都很开心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选择你的，我都相信你，我会一直喜欢你。如果你现在选择别人，我会等你回头。而且以后如果你需要一个风平浪静的港湾鞋，那一定是我李妙的。现在新人登录暖聊后，就可以指定一名你喜欢的女生视频通话，就像屏幕上这样，简单几步就可以和你喜欢的女生面对面交流啦，而且都是在同城的哦，仅限左下角暖聊 APP。屏幕前还单身的你，赶紧试试吧。嘉乐，我向你保证，我跟许文就是仇人，你不用担心。许文威胁你什么？我可以跟你一起联盟，他一定会付出代价。你过去谈过多少个男朋友，我都不在意。长得好看，被人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，然后又是长在我无量的欣赏的点上面，有的时候我就感觉有那种刺激，还有那种竞争感，那就是我想要的感觉。这是我在其他女生身上没有过的感觉。我只喜欢你，你喜欢什么我都无条件支持你。你想要自由，我不干涉你的任何事情。如果晚上想出去玩，我绝对不会干涉你。交友嘛，无所谓的，只要你爱的是我，我都无所谓。我可以给你自由，我不会去干涉你，好不好？嘉乐，听我的，不要碰嘉乐，好不好？不要碰他。是，他喜欢的是我。嘉乐说好跟我在一起的，住手，好不好？你不要碰嘉乐，好吗？你别动，他是跟我表白。嘉乐是跟我在一起。干什么？